梦想成真。快救救爷爷呀！哎呀，想实现梦想没有捷径可以走，拖留住，找他快一点。救命啊！跟着亮片，我们就能找到斗篷的去向。好大的胆子，来吧！这么漂亮的裙子也要垫着脚尖跳舞，这就叫做芭蕾舞，是人类的一项伟大发明。等一等，还知道芭蕾舞？等等，不光知道芭蕾舞，还知道芭蕾舞最经典的舞剧叫做天鹅湖。天鹅湖。哎呀呀，等一等和不知道，换好了就快出来。不知道觉得这个衣服实在是太漂亮了，不知道就是一个公主。哎呀呀，不知道的衣服不清楚。怎么不知道觉得哪有点别扭了？等一等，快！等等，觉得太尴尬了，等等，还是先走吧。李大，等等，你都回来了，但是哎呀呀，我答应你，仅此一回，就这一次。好，听好哎呀呀的指令，微笑。一喂手，拉手，垫脚尖，向右移动，一二，向右，一二三四，向左移动，二三四，好，踢腿，向左踢出去，向右踢出去，向左踢出去。哎呦，特别，不知道踢到等一等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继续继续，踢腿，向左踢出去。学芭蕾需要很长时间的，我从4岁就开始学了。哎呀呀，小羽毛都学了6年了，这么厉害，那么长的时间也坚持不下去的。哎呀呀，谁说哎呀呀坚持不下来的？哎呀呀今年都已经3337岁。学芭蕾很辛苦的，训练也很枯燥。那么美的动作怎么会枯燥呢？小羽毛不要吓唬哎呀呀了。我可没吓唬你，要不是当时我妈妈逼着我，我也不学芭蕾了。难道小羽毛的梦想不是和哎呀呀一样当一个伟大的芭蕾舞蹈家吗？那也是练得好之后才有的想法了，刚开始学的时候竟打退堂鼓了。那刚开始的时候小羽毛就像妈妈一样逼着哎呀呀。那你真的下定决心呢？好吧，好了，来扛着。这小羽毛这是干什么呀？你不是要学芭蕾舞吗？那就先接受考验吧。这是什么考验呀？蹲起100个。哎呀呀！
75、76。哎呦，不知道为什么哎呀呀一直在重复这一个动作。小羽毛让哎呀呀用脚把这个擦干净。哎呀呀这么辛苦，就是为了和小羽毛学习芭蕾吗？小羽毛说这是哎呀呀的考验。哎呀呀已经做了100个蹲起了。哎呀呀觉得腿都要断了。不知道听不下去了，不知道跟看不下去了，不知道要去找等一等。会魔法的小精灵不知道为什么要接受这样的考验。对呀、哎呀呀是小精灵，哎呀呀会魔法，哎呀呀真棒。动物翻译药水，这个不行。返老还童，这个也不行。梦想成真，这个好像可以。这样就可以了吗？哎，丫丫可以站起来。丫丫会跳芭蕾舞了。救救了丫丫！哎呀呀的脚好疼啊！哎呀的脚趾都要断了！你没练好基本功，你就穿鞋这样跳舞，不疼才怪呢！哎呀呀，知道错了，可是哎呀呀不是心急吗？哎呀呀，又转起来了！快救救丫丫！哎呀呀，没事吧？好晕啊！你把舞鞋脱了再说啊！要是能脱，黑丫丫早就脱了。那怎么办啊？快去找等一等和不知道。好，我马上就去，你等着。哎呀呀！哎呀呀！不想再转了。过来。费大的锅，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等一等。快救救黑丫丫！哎呀呀，快说用了什么药水，等一等才能想办法呀。梦想成真药水。梦想成真药水，等等想办法，等等想办法，等一等想办法。梦想成真药水，哎呀呀，有了，呼噜呼噜呼，回到现实药水。等一等，救救哎呀呀！不知道，知道了。我朋友们不知道居然说知道了，每次不知道都说不知道，但是不知道这一次说不知道知道了，不知道又一次说不知道知道，快点，知道了。哎。怎么样？终于停下来了。这下你知道了吧？我们老师说过，想实现梦想没有捷径可以走。知道了。哎呀呀，坐一位手，手低一点，提臀，收腹，挺胸，抬头。好的，把我刚才教的再做一遍。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的，现在压后腿，看一下你的柔韧度。膝盖伸直，绷脚，右手抬起来，往后下。哎呀呀！哎呀呀！哎呀呀！这点儿。哎呀呀！大爷，现在开始练平转，手抬高，往旁一点，跟刚才一样，收腹，挺胸，抬头，坚持一会儿。不知道觉得学习芭蕾舞实在是太辛苦了。哎呀呀，赶快喝口水。练功时候不许喝水。是不是不知道也想练一下？好，准备，转，头留住，脚再快一点，胳膊别掉，好，停，
水倒过来。倒水。不知道从来都没有见过 哎呀呀 这么刻苦过。嗯，等一等觉得 哎呀呀 的芭蕾舞梦想要成真了。哦，伟大的国王，看来 哎呀 成为真正的芭蕾舞者了。哎呀呀真美，哎呀呀真棒，哎呀呀真是哎呀呀。哎呀老师，哎呀呀老师，请。等一等，找到 AI 了吗？等等，没有找到 AI， 不知道找到 AI。不知道要是找到了 AI， 怎么还会问等一等啊？可是等一等，把整个学校都找遍了，还是没有找到 AI。不知道，等一等，有没有看到一件黑斗篷？黑斗篷，就是挂在这里的一件。哦哦，皮皮说的是等一等演恶魔哥德巴尔的斗篷吧？对对。哎呀，说这是演天鹅湖的衣服。今天怎么回事啊？黑斗篷也找不到了，哎呀呀也找不到了，怎么今天什么都找不到了？快看看哎呀的舞裙还在不在？好，我看过了，哎呀呀的舞裙和舞鞋都不在。那应该是哎呀呀给穿走了吧？伟大的国王，等等想想呀，哎呀为了帮等等找哥德巴尔的感觉，所以呢，在那个斗篷上喷了梦想成真药水，这样一来，不管谁披了那个斗篷。都会变成哥德巴尔。哎，等一等，现在黑斗篷和哎呀呀都消失了，那也就是说，哥德巴尔抓走了白天鹅。哎呀呀，有危险！伟大的国王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说王子呀，你胆子怎么这么小呢？怪不得人家都叫你胆小鬼，你才是鬼。我不是鬼，我是机灵鬼，懂了吗？机灵鬼小白，到。哦，小鹅老师，哎，你看见是我，你就不害怕了是吧？站好。小白，你说你怎么回事？你看你这个作业怎么是空的呀？哟。小喇叭老师，这不正在找您呢吗？你看这才有作业，我交错板，您知道不？来，请您。这不是你刚刚补的吗？小喇叭老师，那么多呢，我怎么可能补得完呀？哼，暂且相信你。小白，你以后在每个作业本上标记好了，不要再交错了。是，小喇叭老师。吃饭吧。啊。我才不标记。要是标记上的话，就不能故技重施了。你原来刚刚是在骗小老老师。哎呀，我说王子呀，我怎么能要骗呢？我这叫做计谋。什么计谋？你说，这不是我打球没写完作业吗？昨天早上补呢，也补不完。然后呢，我就想了个计策，先借给小老老师一个空本，然后利用昨天一整天的时间把作业补完。然后呢，就是刚才你看到那一幕。懂了吗？还不是骗吗？哎呀，是要瞒天过海去打你的嗝吧？哎呀，哎呀，原来你们都在啊！出大事了！我机灵鬼小白在什么事儿上出大事？说！哎呀，哎呀，被恶魔给抓走了！什么？哎呀，王子，别听他胡说啊！光天化日之下怎么会有恶魔呢？对不对？吃饭。哎呀，我没有骗你们。有人偷穿了施了魔法的斗篷，现在变成了恶魔，劫走了 AI。 这么说他真有恶魔？我说我是真的。走，咱们去看看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不行啊，这不还有不知道和等一等的吗？他们肯定有办法，再说咱们是个小孩，怎么可能帮忙呢？对不对？不知道和等一等的着急想不出办法来了。哎呀，我好像有事，我得先走啊。那谁等？哎呀。
要找你帮忙呢。走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我不去了。起来，我有事，我有事，给你扣五十六块。哎，对了，不知道和等一等，你们有没有选择什么办法？你们先别灰心，偷斗篷的人一定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，咱们只好看，看看有什么线索。王子说的有道理，大家分头找找。等一等，过来过来，能不能给我看看喷斗篷能不能生成药水？当然可以，呼噜呼噜呼。快过来！你们看，这个药水里面有这种亮片，而挂斗篷的架子上，还有地板上也有这种亮片。也就是说，斗篷在这两个地方上出现过。大家找找看，哪里还有这些亮片？说不定跟着亮片，我们就能找到斗篷的去向。伟大的国王，王子实在是太聪明了，等一等就没有想到。走。伟大的国王，等一等，在门把手上发现了亮片。看来恶魔是往外面走了。这亮片怎么朝着老师办公室去了？不让等一等。是。王子。小精灵在老师办公室门口发现了大量的亮片。挣扎了，不要妄想有人会来救你。那现在看来的话，哥德巴尔就是胡老师。哎你，哎，对了，哎呀呀，不会自己使用魔法逃出来吗？哎呀呀，现在手被绑了，而且嘴也被封着，根本没有办法使用魔法。那呀不行，你们俩可以啊。可是被喷了药水的斗篷就像是敷了一层保护膜一样，其他的魔法不管作用。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，那让他跑呀。你怎么这么胆小啊？不是别人是胆小。怎么才能解开斗篷的魔法呢？这个等一等知道啊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把斗篷从胡老师身边拿开，接下来把化验药水喷到斗篷上，这样就行了。可是不能用魔法，还得把斗篷从胡老师身上移开，这样就只能悄悄靠近胡老师，再把它解开了。伟大的国王，这可不行，太危险了。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靠近霍王老师，而且不知道该怎么对付哥德巴尔的黑魔法。霍老师现在就是哥德巴尔，哥德巴尔所有的黑魔法，霍老师都会。那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，我去引荐霍老师，你们趁他注意力分散的时候，把他的斗篷从身上取走，救出哎呀呀。这，等一等都说了，这样做很危险的。对呀。可是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救哎呀呀姐。哎，王子。哎，王子。开始！好啊，既然敢打你王二的主意，无路可逃了，现在我就让你看看你的王子是有多么的丑陋。你以为我不怕你吗？学到的好
个胆子来吧，王子。呼噜呼噜呼，看他家到了。哥弟们，有本事你得有脑袋决斗啊！好大的胆子啊！不知道，不识字。快快快！尿水！哎呀，红灯老师，干嘛呢？胡老师，您没事了。啊？我有什么事啊？你拿着个斗篷干什么呀？哦，这不是帮您拿的吗？我怎么能干这么无聊的事儿？